菜饭有好几种做法，用炒的更香，一起来做做看吧。将青江菜、火腿、虾米切碎备用，以少许猪油热锅后，加碎料炒香。下白饭，加葱油、盐、胡椒粉，以大火炒匀。想要更香，起锅前可滴点酒，米饭口感粒粒分明，滋味咸香，带着淡淡的酒味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